哎呦，我回来！掌柜的，我绝对不能听您的。您都给我打电话了，家庭住址、我的身份证号全是核实，都是对的。这是假警察，不信。不可能是假警察，您都给我打电话了。你是个人信息啊，泄露了。他说我犯事儿了，这是骗子，说让我过去。 怎么就没个人能说明白这点事儿？不可能，这事儿肯定是真的。不是二位的手，这傻孩子呀，他就是骗子呀，电话就是太……哎，你俩说什么？怎么是骗子呢？真是的，马上让我回电话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说，我听听。哎，不是那个警察呢，给我打电话说我犯了事儿了，说让我赶紧过去。 警察给你打电话说你犯事儿了啊？什么时候给你打的电话？刚刚啊！哎，不不，来电话了啊！让我接。不是你接我，你相信我孩子？我犯事你接行吗？他找你，我接，我不行你再接，好不好？我接，你接，你接，不是你，我打你，着急呢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您是哪儿啊？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。哦，您这口音是北京市公安局，您找张家彤。对呀，你是谁呀？啊，我是张家彤的父亲。 好，你是父亲。哎哎哎，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，那么接到云南取经公安局一个紧急电话，你们现在马上抓紧时间去云南取经。我们那么老远，我们上云南取经，不您找我们什么事儿？您不能文件传给我们看看吗？非得我们去吗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警察找你，就马上来。哎呦，那您传唤我们吧。不，您是哪儿的北京市公安局的？北京。 警察，哦，北京警察，那个北京市公安局在哪儿呢？在北京啊。那您给我说一下，您是北京市公安局哪个部门的呢？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事大队。我给您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啊，北京市公安局只有刑侦总队，没有刑事大队。您啊，调查调查吧。喂，喂，喂，喂。 我太难了，喂，什么喂呀？跟你说这是骗子，你不信？就这口音能是北京市公安局的？主任，来来来，您坐您，掌柜的这，这，哎呀，我一天到晚我跟他招不起这气。哎，您也是费心了，您坐坐坐，给主任倒水。哎，主任，哎，谢谢，没事，孩子啊，没事，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啊。我确实是有点着急，哎，着急了，着急，学习学习，到处都。 电视啊，手机上人都讲这个电信诈骗，吓人着呢。你这一天到晚，哎呦，操不过你的心。心里有主张，不能一打电话就信。是是。哎，我说主任，您今儿是这么回事儿，今儿来这儿就想问问二位，下没下载我们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？ 正好一进门，我赶上他这事儿了。哎，跟我来这目的还是一样的。这现在这反诈这事儿，社区干部都入户来宣传了，提个人家知道吗？谁呀？ 老陈，印泉啊，知道啊，说相声，太好了，说什么相声？咱们郭主任不光是在学校里是学霸啊，当年在学校人家还是文艺骨干呢，是有这事儿吗？掌柜的这工作做的还挺清楚啊，正好呢，我也是来宣传咱们这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，我给你俩就表演个小节目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哎，我唱完这段，你们俩就能知道老陈是谁。哎，来吧，二位先鼓掌后欣赏，嘿，好。 打起了竹板心激动，看见了二位也特高兴。哎，那个二位都在我面前一上台，我先给二位拜个年。哎呦呵，二位过年好啊！新年好，新年好，过年好。问完了好，咱得抖精神。我给您介绍一个人哦，他是一位反诈民警，经常把这百姓来提醒，提醒他们百姓别上当。 他是人民的好榜样，他现在全国非常有名，他就是人民的公仆反诈民警，叫陈国平。您好，我是反诈主播，请问您是什么主播？哦，这位陈警官，哎，老陈他为了揭穿骗子他的阴谋，经常与主播连麦上热搜。老陈与主播来连麦，一见他，把这许多主播给吓坏了。这个说了。警察叔叔。
我是好人，这个说我卖东西从来不骗人，这个说我直播从来是真唱，那个说我要不给美颜也关上吧。我老陈的一见笑脸扬啊，说主播主播别紧张，我是把反诈的知识来宣扬，提醒你们大家别上当，有机会咱们一起全国宣传反诈做演讲，老陈他把反诈知识来普及，大家的反诈热情很积极，在现如今新型网络犯罪中千奇百怪的事情也都会发生，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性，千万别让骗子钻了空，全民反诈，天下无诈，咱们幸福生活大步跨，有东城卫士在前行，保佑我们生活更安宁，我们把反诈民警来称颂，让我们扬鞭催马踏征程，咱们扬鞭催马踏征程，您把国家反诈中心 APP 装载完成。太好了，听明白没有啊？太好了，现在你听明白了吧？受教育了，受教育，太好了。你要知道老陈啊，其实接这电话你一点都不心虚了，就来来来来，哥，哎，你看我咱们这社区，之前那个那罗大姐啊，就是骗子打电话，损失好几十万，哎，这都数不胜数。今儿这事儿我要不来，你就又损失钱了。你看，你就去取经了。你要早能看见陈警官，你今儿至于这样？你哪怕看看人家那警花说呢？不是，最主要一点啊，你们二位不知道，其实我早看见了。你看见了？那当然了。咱们茶馆里有啊，你往这儿瞧啊。哎，这不您都知道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埋个小伏笔。您说这老陈挺有意思啊，他跟人连麦，他穿着警服跟主播连麦，这主播一看，那不得吓一跳啊？你这第一反应肯定是心惊胆战，我没犯法，吓死我了！我是反诈宣传主播，请问你是什么主播？我是反诈警官老陈，请问对方什么主播？我就看那个快手里边那个甜品，特别火。我乃斗是甜品，请问姑娘是什么主播呢？啊，请问对方什么主播？回来之后，我想，哎，我去，我乃反诈主播，请问对方什么主播？是不是有一个效果呢？我就看过一特别好玩的掌柜的，什么呀？有一个宫廷主播，哦，宫廷主播是？我知道，扮成那古装，哎，扮成古装的，而且他那直播间非常专业，人家把这后边的灯啊、布景啊，包括后边站的这个叫助播吧，两三个人全是宫廷的打扮，哦，就一进他的直播间，你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年代了。有一天老陈就跟他连麦。人家那个人要的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是一种神秘的穿越。哎，你给来了。哎，他一开始发一连着，他永远是背着，镜头在这儿，他永远是背着。不管这个是谁，他总会问一句：“来者何人？”宫廷那感觉，那块儿走了，威严是不是？进了宫廷，你是不是都得这样？他都是来者何人？突然有一天，陈警官跟他就连麦了。陈警官穿着警服往这一本正经往这一坐，第一句勇士：“你下载反诈中心 APP 了吗？”这位还是在他这个人物里，来者和大哥，我是假的，我是搞笑的哥，我啥事都没犯，我就娱乐的，我是搞笑的。你那个好像是什么东厂？我是正常直播，我是搞笑直播的哥。你待会儿和别人 PK 的时候，告诉他们，你说我是刚才 PK 了一个警官老陈，告诉我了，让我带着一个任务，就是和下一个 PK 的，告诉他们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。这能做到吗？警察叔叔，你放心，你交代我全部，这一晚上我啥活也不干，我就你说啥我做啥，你放心吧，警察叔叔。您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了吗？哎，我还没有。那我现在下吧，我现在。你下完之后，拿你的花果山给猴儿们也去宣传一下，好吗？下载之后给你的猴儿们，让他们也去下载。太惊艳了，孙悟空连到了警察叔叔。哎呦，是警官大人呐！哎呦，你像陈警官，利用自己的这个职业特色，身为警官，苦口婆心走进千家万户宣传，这个面太小了。他们利用这短视频平台，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告诉大家，吸引了大家千千万万人来关注。我、你、他都从他们身上知道了反诈中心 APP。
这个里面他就教你跟你聊天的是小姐姐还是抠脚大汉。这样真好，不要让我要是交了女朋友小姐姐，我也让他下这个赶紧下载防诈骗。对啊，唐僧下了吗？唐僧也在下。现在咱们这个警察就是各种各样的所谓出圈啊，创新形式，什么警花说也是教给大家反诈骗。对，现在就是花式宣传，化腐为剑，用新型媒体，用各个短视频的平台去宣传。只要我够穷，骗子就骗不了我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可长点心吧。楼下王大爷喜欢刷土味视频，没想到在网上被人骗了50万。我还知一个，还90后的视频作者叫阿特，这前两天我这小快板里还写他来着呢，也是拍摄各式各样的警官的视频，哦，防诈骗呀，哎，不要这个走入歧途啊，各式各样的，而且阿特这长得比较帅，跟我一样，比你可能还差点，哎，好，比我还差点，比你还差点，那还可以，对，但是他不挨骗啊，他不挨骗。一般天气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搞行动的时候，今天我们跟笑枪的兄弟们去抓几个电瓶车大盗，今天我们要举行的团圆节，今天跟阿特继续冲现场，今天我们要去抓一个千万粉丝的博主，这个人是不是我的粉丝啊？哟，还真是， Let's go。 哎，我是帮觉得啊，哎呀，奶奶，哎，不要紧张啊，关键啊现在就是吸引年轻人，哎，这个反诈宣传我看也得一老一小，没错，一边是老年人，一边是年轻人。对，河北承德出圈的网红所长知道吗？宋警官。宋警官在他们村发的这个通告里头啊，用了各式各样的网络流行语。不是，我不理解这正常这话，这怎么说呢？居民们最近一定要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， 不要上当受骗，你这样不吸引大家。是啊，他怎么说呢？居民们，你们呀别瞎聊了，别刷单了，别瞎投资了，你们呀搞得警察心态要崩了。哎呀，就你们这样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啊？哎，那骗子就在弄一个杀猪盘呀，养年猪养肥了就杀了。哦，所以你们这样啊，哎呀，你们等于啊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跳进骗子的坑里，所以你们要提高防范性。你看人家接地气，接地气的词语放到了这个宣传当中，就吸引老百姓过来看。来来来，您续点热的。哎，谢谢。续点热的，续点热。哎，您说这个国家反诈中心，您给讲讲啊？您是来做宣传？是，这都是干什么的呀？反诈中心 APP 啊，这就是今儿我来您这茶馆的目的。哦，咱们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啊，它有几大功能，只要下载了它，搁到您的手机里，您能随时随地、无时无刻的预防被骗。你拿着，哎，来来，你把茶过来。哎。今儿啊，作为对你的奖励啊，让大家看我们这节目的时候都能下载，下载咱们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， 就能各式各样的预防被诈骗。太好了，它为什么叫反诈呢？这个正能量。当然，我那天看新闻里头说，咱们北京什么朝阳啊、东城啊、海淀啊，就各个区都建立了反诈中心。没错，互相联动，信息共享。说有一老大爷啊，在家里边接到骗子电话，就准备给这骗子转钱了，是吗？咱们的反诈民警，哎，现在智能啊，得到信息之后，直接就派出这个反诈民警上门敲门，面对面，大爷，不能转账，这是骗子。就现在就这么智能啊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反诈中心 APP， 我们民警就能第一时间知道谁要被诈骗了。我给大家讲一真事。您说，山东德州，去过，吃过扒鸡。对，你就光记着吃了。山东德州有一个跟你一样年纪轻轻的小伙子，他就装了我们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， 但就是装了是这个反诈中心 APP， 他还不相信啊，他就被骗子给骗了。他正跟骗子在交流过程当中，这个 APP 就发出了提示。但这小伙子最可乐的是什么呢？他问骗子，为什么我这个反诈中心 APP 会提示你是骗子？你琢磨，他问骗子，你为什么是骗子？骗子怎么说？骗子说，国家反诈中心 APP 是骗子。太可恶了！所以你说这骗子多可恶，就好好的呀，他就把你整个装进他的这个笼子里去了，就是骗人于无形。就像刚才我们这傻小子似的，这要没有郭主任来，你说是你？所以我看你刚才跟掌柜的就掰扯这劲头，你就一心觉着我真的是有问题了。
但其实咱们心中有一杆秤，我人正不怕影子歪，我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为什么要心虚呢？记住了吧，傻小子，别拿着了。是是是。哎呀，你呀，我这一天操不完他的心，所以你说说这个呀，在网络上边，你真的不知道对面是谁。是的。所以，哎，下载反诈中心 APP， 你才能真正的远离。还有啊，考考你，真要有事了，找警察叔叔打什么号吧？打110。哎，有事情找民警，民警不会是陷阱。嘿，你看看人家主任，年轻有为，觉悟就是高。我向您学习，行行行，我向您学习。只要你们在生活中提高警惕，就不会进入陷阱。哎，我多说一句啊，这个走千家串万户，家家都得去吧？啊，都得我苦口婆心。您太辛苦了，咱们呢一起携手，一起让天下无诈，全民反诈，天下无诈。太好了，走，咱们一起宣传去。走，我拿着这个，拿着。走。2022年，我的愿望是更多的人加入我们，一同宣传反诈，让更多的群众学会防骗，避免上当受骗。不听不信不转账，全民反诈齐参与，祝大家虎虎生威，万事顺利。虎年到，祝大家虎年吉祥，虎虎生威，虎气冲天。祝大家新春大吉，虎虎生威。新春来临之际，大家要记得提升防骗意识，紧密联手，全民反诈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平安幸福。祝您新的一年多点幸福欢笑，多点健康平安。给您拜年了，愿全民反诈，天下无诈。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？